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这栋房子呢，我从外观这样看呢，他这边废弃了，我觉得应该有10年以上的时间呐。哦，这是一间豪宅哦，算是一个豪宅，后亚人住的所在，你啦，哎呀，是你住的所在，不是我是讲，你后亚人住的所在哦。那为什么他们搬离这个家呢？就是这个地方明明，而且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个地段呢是非常好的地段，哦，那虽然他是在有点靠近深山当中，就是山上山区当中，但是他下山的时候会经过很漂亮一个地方。不能讲太多，讲太多超灵丹，我怕你们会发现。哥姐，那这栋房子发生过什么事？哥姐，我可以跟你们说，他这里算是一栋豪宅，哦，那为什么全家人弃之豪宅，弃之不顾呢？为什么有这怪事发生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地方，竟然没人住，没人住，竟然放弃这间厝，搬离这块所在，为什么连夜搬离呢？事情的来源是这样子的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栋豪宅呢，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夫妇居住。那哥姐，男人尤其一有钱，就要卡身。除了我之外，现场的阿姨，你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是不知道哦，最好是不要被你老婆发现。不是我说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男主人呢，因为他也是一样感情的因素啦，吼，外遇了，然后被这个女主人发现。那哥姐，我跟你讲，女主人发现，当然就是一哭二闹三上优雅嘛，对不对？就一气之下呢，也是这样子，因为发现男主人外遇，女主人呢一气之下呢，就在这间房子的某个地方。磨起会花起欧六起啊！所以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两个人在一起哦，一开始是热恋期啊，中间是过渡期，再来是磨合期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步入婚姻的殿堂呢，就是一个习惯期的，习惯彼此的地方，那就是一个家人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感情呢，得来不易，好不好？不要哥姐，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另外一半，要对得起自己的小孩，好不好？尤其我们男人，对不对？要有肩膀。不要开玩笑，不要整天对秀胖秀胖嘛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男人呢虽然超灵呆，对，整天想要干嘛的，但是哥姐，我们像这种像类似小鸡这种男人呢，我相信哥姐，我相信现场人家都跟小鸡一样哦，有色无胆啊，对自己想一想，自己在一家的厕所靠球形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整天超灵呆啊，鬼刚出去哇靠，你开枪杀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说两下好不好？后怕后也要抱，搞我怕后几嘞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哥姐，我们要对婚姻坚守。那这个女人呢？女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你们。啊，哥姐，这个女生呢？你看她为了丈夫外遇呢，在这边那个，在那边那个，好，在这其中一间的地方，你看多么的不值。你看她还有她的爸爸妈妈，她的家人，对，她有小孩耶。你看为了丈夫外遇而在这边结束自己了。也受灾，所以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糊涂，不要这么傻瓜，好吧？其实阿基后台吼，说你阿基后台吼，卖家傻瓜，哦。那哥姐，你以为这个地方这个女主人在这边 ，Oliuk 就没有了吗？我跟你们讲，当然是没有。据说哦，这个男主人呢？竟然还大拉大的，好像是不跟他的事一样哦。办完这个妻子的丧礼之后呢，竟然还大拉拉的继续在这个房子居住，而且把小三带回来继续睡，让这个小三睡他这个女主人原本的位置，睡他的床，用他的内裤，用他的内衣，用他的牙膏牙刷，用他的保险套。不是我说，这样有点恶，没有啦，反正就睡他的位置啦。然后有一天，这间房子发生惨绝人寰的叫声，啊！全家鬼给吓起来。这个丈夫就发现出这个豪宅竟然半夜的时候会哭泣，会这样子，啊！哥姐，为什么房子半夜的时候会哭泣？会在哭？你是在哭哦？所以这个男主人连夜撤离这个房子，超灵的 temple 没对上。
这个男主人呢，就连累撤离这个房子，连夜搬家，一搬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有回来过，也没有请法师来这边过。所以哥姐，这里那个女主人的那个魔术灵，那个魔术灵，那个灵体，魔术灵体还在这边吗？今晚小姐姐将带线让哥姐前进这间废弃十年的阴暗豪宅一探究竟。你看，他被大树包围啊！你看，全部被这个树哦，就是盖成这样子。你看，日久不见阳光啊！他这里废弃十几年，以十几年来讲，算是一栋豪宅了。你看大门开着，我靠，没有狗啊！有狗，有狗，有狗。那狗笼鸡耶，我们先从这边进去好了。拍谁哦？看他门都没锁呢。五郎吗？哇，超伟大！哎，这里面好闷哦，这里面有点闷嘞。这是要在上面尬舞是吧？对对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要打去练武室打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以前的 computer 呢，哥姐，这可是在十几二十年前的 computer 呢，贵金的是好呀，人爱看呐。对对，你是多有钱？我现在超伟大 computer 都是一晶一幕，我现在还有一台笔电呢，你是算什么东西？你是多有钱呐？对对。你很有钱是不是？有钱人在住的是不是？有钱人用这台电脑是不是？我还有笔电，你有笔电吗？对，不要开玩笑嘛。是为什么在室内？你的室内的所在竟然有监视器？监视器？可是人家拍你不会毕业是啊？对对。为什么隔间？为什么他室内地方有放监视器？这间房子的主人也是太散白的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到底有多么不安全感？隔间社会大，他是没很没安全感噻。李康康老宁啊，2006年呐、啊，2006年到现在几年了、啊？隔间算一下，哎，这不18年前呐、啊？这里很多印章呢，哎，我觉得啊，这是以前这家房子的主人应该是做建商的呢。你看，法拍偷听法拍，还是他是做律师的，土地开发的啦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可见你看一下，应该是我干爹啦，对不对？红包袋，妈的，红包袋没红包。红包袋给我红包袋干嘛？是要我包给你是啊？不开玩笑吗？观世音菩萨的，我操，可惜你看，这个是十几年前的这个 DJ 抓的币啊！哇靠，你看他这个。不是，我跟你断半路了。哎，以前真的是有钱人哎、欸！哎呀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我来这边破坏的，我有眼不是泰铢啊。对对，这些我那放威士忌的都收在电影院，电影才会出现的东西啊。哎，可惜你看一下，它木材都已经腐烂成这样子了。但资料应该不太能拍啊！哇靠，可惜你看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来这边讨债？不然怎么把人家木材打成这样？哎，干爹，你这边朦胧美啊、哦！你是不是当初外遇那个
好啦，我们先看你下巴，下巴就好了。对对，我看你的下巴都觉得非常的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。啊！高级防火金库，高级防火金库，再怎么防也防不住生锈水沟啊，对不对？超龄带，我有买房子有着落啊，哥爷，我买房子就是一夕之间啊。操，他买房子不给我买是不是？对的，他这边是开发土地呢，可以叫干爹买，留一栋房子住住吗？操你妈！他这边超闷的。哎，我操！哎，好野蛮的所在啦！有人吗？坐起来。没吃胖。哎呀，这有人放在你家，我操！哥姐，你们来拉屎是啊？哥姐，上回他是真的高级呢。这个是我这个我去维格才有的吧？不是，我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打嗝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维格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有森拿的啦，还有森拿一手仔呢，对不对？哎，看哥姐，我真的很超龄胎啊，没有看过这个呢，对不对？温度设定超龄胎啊，妈的！190度超龄胎，我跟你讲，你谁敢进去弄声啊，谁就是进去微波炉超龄胎啊，我让你变烤漆。对不对？而且不是开玩笑吧？是不是？你看一下声拿出来太热了，有没有？直接把水龙头直接把拔掉，拿来冲澡，你看有那么热是？当初不要叫你调那么高吗？调到190度。哎，这个楼梯啊！靠，不知不觉就会上去了。而且这个楼梯有点那个坍塌呢，这坍塌还可以上去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做效果啦！你们吓死我啊！不要做效果，不要做效果，好吧？效果还没来，还太早了，还太早了。想不听是不是啦？一直做效果，对不对？哥姐，是不是有没有说我哪些？我这房子塌掉了，但是不会塌掉吧？对不对？这应该不会塌掉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又不是刷电焊机工，就当。我操！拍摄有人吗？他的床架啦，哼，还跟我说你是无机人，你他妈的有钱人用这个床架，他不知道我现在是用独立桶的是吧？对不对？而且他这边那么热，都没装冷气呢，有钱人没装冷气是正常的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呀。拍手！我哪知道你刚才一出来就没了喽？对对。可以少年带我怎么那小偷啊？小偷来这边偷东西噻，翻箱倒柜的。他这边应该是一个以前男主人的书房啊，我觉得。
然后自从他跟他妻子吵架之后，他搬过来住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嘛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我们去中间那一间，这间好像隔壁他是整栋豪宅，我们刚才不是看到是像三合院的这种造型嘛，对不对？他这里好像跟隔壁连没有连通哎，对不对？他好像直接去隔壁。哎呦，这个跌倒，你要是给他头跌，给我死啊！我操！我们去隔壁，不好意思哈，这间已经参观完了哈，我要向下一间移动。不好意思，有打扰的地方，见怪莫怪，拍谁？看来事发地点应该不在这边，也不太可能是在侧边的啦。你看，我们去中间那一间，他竟然跟这边这间跟这间竟然没有互联。他竟然没有往内户打吧？他说这样子比较省钱是？派谁来六兰吧？虎兰吗？派谁？我要进去喽！啊，不是，我说进去房子里啊，哥姐不要想歪了，赵林丹那个是艾普的那个，不是，我说虎兰吗？而且可能是这边呢，不，稍微的错起的。哎，那个为什么有红布在楼梯上啊？哎呀，该不在这边？哎，不会在这边吧？是在这边吗？我超伟大！为什么哥姐是刷笑脸？哥姐这个很好笑吗？哥姐超林黛啊，你看到那个红布在那边，你觉得很好笑是吧？给人家笑到二楼，还有我帮你挂号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他这边当时的东西好像都搬走了呢，所以他们应该不算是连夜撤逃啊。东西都搬得这么多了，干哥，这间里面超闷的嘞！真的，干我没有开玩笑，这边很闷嘞！你看我的流汗，不要紧张，麦给你有壁虎，哥你不要紧张啦，超冷的，我觉得这边超闷的，这边对外窗户怎么闷？靠北，有人吗？找回答了，有铁的声音呢。哎，派谁有人吗？老卡有人吗？哎呦，纸钱呐，这纸钱很旧了呢，而且是。哎，这都已经被蚂蚁吃过了，这应该有十几年了吧？这该不会是案发地震的在楼上？这有纸钱呢，这很旧了呢。靠北啊，楼上周围的楼上玩什么事啊？有人呜一声，真假的？会不会是艾普的声音？我昨晚的后坐力让他到现在还有云子犹味的感觉。会不会艾普超灵的小声音点？你看一下，人家听到了，超会到，我不是开玩笑。
叫吧，来婆臭灵丹，主管人事主管忘记嘛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明天会更好嘛，明天会更好，不管路有多长，依然去爱我，依然烧我，我都要往前冲，爱婆在发抖啊，不是，我说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今天他们厨房啊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真的听到楼上有声音，我不知道，哥姐，我刚才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住进去有没有带，但是我真的听到楼上有声音，这应该是他们的这个，对啊，这也是他们那个，我超领带啊，这是他们的房间呐、啊，这个怎么是这样？你是不干我的事哦，我的都现场就在这边的哦，你不要赖我，不要开玩笑吧，拍谁哦？拍谁有两本？哎，这应该是阿波的房间啊。你看，他有这个移动式马桶，是线上隔离用的，不是我说那个阿婆用的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阿婆的房间，我没记错的话。阿婆的厕所，然后怎么的有阿妈的味道？他这边床都不见了呢，床是比较值钱是不是？全部搬走。对。阿妈，阿妈，你今嘛伫倒位？伫遮。阿妈，你等，阿妈，你哪会伫这款所在？你是白办富邦白金理财？哥姐，臭林丹，阿妈跑去富邦银行办白金理财啊！阿妈，臭林丹，你到病去啊！你看你到保险啊！你还叫我去富邦办白金理财？臭你的臭气的！阿妈不回来，水臭味，他跑去给我办白金理财，这多理财，对不对？啊！刚刚阿妈阿记得我的这个金孙吗？那一家三八阿妈包红包好啊，要不要有钱吗？阿妈我看见。娘，阿妈你娘嘞！哈利路亚，阿妈的奶茶。哥就靠边啦，你真是臭灵呆嘞！你直接就唔好不好诶啦，阿妈会来杀你，金华，你直接不好住啊你。哥姐不要开玩笑。刚才小弟的声音，给我听到声音诶，超灵呆。我听到拉铁门的声音。我操！我味道，我想说谁穿白色衣服在这边？我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无缘故穿着白色衣服在那边吓人！我看，面包 bread 吐司 toast bread 烧开水 cook or oreo water。大小 big small 长短 I am is very long You are is very short 怎么可能啊超人的抓起的外面没有人有了吗这边是后门啊，后门就不要去了，因为它外面有猪圈。
我也不太能拍。臭林的阿妈叫烟斗，给他擦发蜡。阿妈给你们擦发蜡，我操！对不对？阿妈给我煮发蜡嘞。我操！喂，他喂阿妈来了，喂阿妈显灵。错几点？拍起我也看到阿妈。哇塞！我刚才说过阿妈显灵的错几点？靠北，做回答。哎，有人吗？刚才哥姐，我做回答，我听到了。我听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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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上啊！那不是隔壁的，那是楼上的。你赵辉他不会吧？阿妈不好意思哦，阿妈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，阿妈对不起，你就好好在富邦办白金理财哦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马上呼唤你回来，我不应该呼唤你的名字，不好意思，阿妈。每次都想呼唤你的名字，阿妈在富邦理财。哥姐，手里的不要嚣张啊，看很紧张啊，楼上有电话声啊，那是电话声铃声。阿妈，你卡，可是你卡电话来，有人吗？手里的很紧张，呀，地上有纸钱呢。可惜今天自己可能会删哦，不一定哦。能不删我就不删，好不好？你看他楼梯口出去那个绳子，就很诡异。错塞，有人吗？楼上有人吗？哥姐，我跟你发誓，我刚才真听到楼上有声音，一下铁的声音，一下电话声，难不成阿妈在上面打爵士鼓？不可能吧！楼上有人吗？阿妈在偷卡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哥姐不要乱讲话啦，是谁在偷歌啊？应该是老鼠的吧？找回答。啊、这个红布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不是法师来做一些结界，然后预防人家上去的？会不会？哥姐有可能打药。哥姐，超灵的，不要开玩笑！哥姐，别再刷笑脸了，我在营造恐怖的气氛，你们在这样刷笑脸，会让我功亏一篑呢。我在营造恐怖的气氛，超威他这红色的布在这边阻挡我们的去路，你们还一直刷笑脸，我操！不好意思哦，我越过山丘，地下气球，刷电阿兄弟的气球，有人吗？赵林队，这个放哪收回去？哎，真的啦。很久了呢，这都很久了呢。跟他们有神像呢。
有人吗？而且哥，而且这个是阿嬷打跆拳道被红带而已，是不是？阿嬷，我就叫你卡爸表姐嘞，你看，你看你升到红带就没升上去，你看打打到红带而已啊。有神像啊，那红布在那边。走一趟，白色野狐，我可以看一下啊？可以不碰啊？不对啊，那你怎么与众不同？这个红布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是你是要结婚是不是？你是穿红纱要结婚是不是？这个神像阿伯。对不对？他怎么是红纱啊？那结婚的款呢？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薄纱？不是我说，不是啦。白痴哟，我挂回去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说你鼻子痒是不是？好，帮你抓一下。白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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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玩笑，开玩笑而已。你是哪一位？我看一下，不要害羞。赵林台啊，看哪红？看有点紧张哎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白色我过节没东西啊，这个是要拜什么？拜一只神是啊。他的神明都已经退休了，不是就撤退了，开始撤退，对不对？给我拖点晕呢。那看哥姐，那电话是哪里来的？电话响应哪里来的？铃声，那是铃声呢，那是门铃声还是电话声？然后我们一盖进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二楼有铁的声音。靠呀！90年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呢，对不对？哥现在出生了吧？哎，无聊吗？你看他地板，全部都值钱。赵林台地板全部都值钱。臭味道！可惜那里面好像有声音呢。郑州里面讲少哎，然后是吧？超龄的开山道在这边超龄的，你还给我们声音是不是？然后超龄的超龄的哥姐，我开山道这边，我的头上是劈下去，我看他敢不敢出声音？不开玩笑，然后。我连在跨龙博按迷摩哩年，哦，水流康啊，水流康、啊。这些臭年代，刚刚好像是我们人生第一次一样，走不到动了。不是我说，
他这边都退身了啦，他是什么时候退掉了？这味道那叫深夜的，葛杰该不会发生事情的是在哪一间？会不会？葛杰有可能，可我是觉得有可能哦，发生事情应该在那边。92年发生的，这边没什么，这边没什么。哎，这边有照片。这回他的歌我没有消失，拜拜的地方啊，拜拜所在。喂。哎，有人吗？哎，不要开玩笑哦！哎，大哥、大姐，有人吗？可我紧张啊！有人吗？看那边真的有声音了、啊，错几的？哦，我操！哎、欸，我超灵台啊，那个不飞起来啊，我操！超灵台的，有人吗？哦，我超灵台，哎、欸，拍谁哦？我拍影片而已哦，有人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有人吗？不好意思。都要啊，那个一个红色的衣服挂在那边呢、啊。打扰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拍影片而已哦。如果有打扰地方，见怪莫怪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哥姐，我觉得这是案发现场哎，案发现场。没有人啊，没人啊，没有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吴兰吗？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哎、欸，他上面有符啦，上面有符啦。我操你大！哦，操你大！我靠背，我阿妈在惊小啦！刘德华，不要开玩笑嘛，德华哥。不好意思，我阿妈显灵吼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哦，当初不是我背叛你的，是你老是你昂塞吼，拍谁拍谁拍谁，哦，当初不是我跟你劈腿的，不是我，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你要找的那个人可能搬走了，我是来拍影片而已，我不是劈腿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拍谁拍谁，我不会劈腿的，你放心，虽然我很想，但是不行，那不是不是我说，我开玩笑了，对不起啊，艾博，对不起啊，不是艾博，不是你啦，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这位躲气啦，躲气逃啊，拍谁拍谁拍谁，有人吗？可你稍微打当初是不是在这边啊？没人呐、啊，
有没有听到那种时钟的声音？有听到时钟声音打药？没有时间呢，我一直听到时钟的声音。你看他没有时钟啊，他没有时钟啊。超灵台，可惜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亲眼看到他红布直接往这边冲哎，我超灵台啊。回去，我帮你盖回去。对不起，我帮你盖回去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大概有红布往这边冲哎。桌上有时钟，哪个桌上时钟？哪个桌上？哎，看真的有哎。哎靠呗，可惜超灵，他你们眼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啊？哎呦！哎，那有电呢、欸！哎，看那有电呢、欸！事情是准的，我操！哦，我操！我操！哥、欸！哎、欸，五郎吗？哎，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阿纪啊，拍谁哦？我拍影片而已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烧纸钱给你，因为烧了会被告，我没办法烧，对不起，我身上很多官司，我想烧，阿纪啊，拍谁啦？超伟大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跑，哦，真的很恐怖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恐怖啦，对不起啦。我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阿纪啊，拍谁哦？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拍影片而已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看一下哦。
子了，没电池，隔间没电池啊。没电池哎、欸！那时钟怎么动的？哥姐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没法用科学解释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楼下嘲笑你阿妈去富邦金控。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，你阿妈选的富邦理财白金理财是秀高耶，富邦白金理财它是最 CP 值最高，众多银行当中富邦白金理财最符合您阿妈的需求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哥姐，要不要把那符拿下来看啊？要把那符拿下来看呢，哥姐打药。要把那符拿下来看呢，哥姐打药。好药啊，那个符怎么会放在口袋里面呢、啊？外婆说不要就是要，拜谢哦。这个是镇宅符啦。他这个是镇宅符啦，他这个是镇宅符，他这个是镇宅符啦。哥姐，我们来做一下空牌。我们再坐下来看。哎呀，我操你的呀！
开始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对不起，不要再哭了。哦，对不起。裴鑫，你们刚有看到那个东西，你们刚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窗帘那个声音是什么？哎，不过那个闹钟超会，它真的很可怕呢。超灵台配谁哟？这个闹钟为什么一开始会那个？它不会动了呢，它应该是会动呢。超灵台，可见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。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来通知你们。官方来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哥姐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。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。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